与 S 家同行再度更新。据台媒，对于汪小菲发文怼小 S 一事，老公徐亚军力挺老婆，称小 S 智慧很高，不需担心。 S 妈则表示，小菲应该是酒喝多了，小 S 是我的孩子，汪小菲也是过去的女婿，都是我的孩子，我都疼，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我会跟小菲和西弟讲，不要再闹了。对于汪小菲的暴怒， S 妈认为分了还是一家人，不是分了就是仇人，他是我外孙和外孙女的爸爸，还是有血缘关系，他现在一个人应该心里也很寂寞。